千古横道，这边银河之光和哈迪斯。哎，阿毛这边用的是炎君，阿是用的创之神，留了一小丑车呀，兄弟们。啊，这一手留车。不过这辆车的话，其实战术打不了多少，对吧？就是伤差不大啊，伤差不大。炎君可能会更加强势一点，但是距离差距不大啊。一点小失误的话，可能还会被追上的。好，阿毛这边炎君暂时领先，后面是阿生。后面两辆后追车在后面进行后追，没什么毛病啊，非常正常的跑法。看一下前面断空飘吧，炎君和创世之神有什么细节不一样的地方？哎，这边停车拉下，哎，被怼了一下阿诺这里，但是阿诚前面信用板频频卡戏，还是有点伤，轻杀弹射过来。杰森啊，这边是改名字改了，哎，完了，阿诚这里掉下去了，哦，是谁？天子阿诺，好兄弟不寂寞，我们一起去跳水，好吧？可能是我后面放了沙滩，他们想迎合一下这个背景，没什么问题。啊，迎合一下背景没有什么问题。那这边继续由阿猫领跑，因为后面阿诚刚刚失误了，由悟空顶上，啊，杰森啊，悟空顶上。哇，这一把跳大秒了呀，没有拿到什么优势。哦，没有拿到什么优势。不是悟空转会了，这是改名字改的啊，兄弟们。他们改名字改的一个比较奇怪的名字。哎，这个摄像头怎么一直在跳？啊，改名字改的。我仿佛看了三个队在打。啊，确实有点唬人的感觉，但是兄弟们，不要那啥啊，千寻，啊，杰森啊，千寻，今天上的不是谪仙，是千寻，兄弟们，啊，然后 R W 那个千寻其实是悟空，啊，悟空跟千寻两个人在整活，摄像头识别小橘子才是解说，然后把摄像头改了是吧？懂了懂了懂了，怪不得老是跳。好，千寻这边九分。啊，千寻十分，阿诚九分，然后这边也是同样十九分，那第一把是同分啊。对，千寻来了，时隔许久，千寻终于登上我们的比赛，在 JCR 这边啊和阿诚共同登场。杰森啊，之前是谪仙呀，杰森啊之前的比赛一直都是谪仙和阿生啊，今天是上了千寻，谪仙今天休息啊，谪仙今天不上，千寻上了啊。大家之前不都一直在问千寻在哪，千寻在哪，千寻怎么好久没有参加比赛了啊，千寻好久就没有亮相了，今天千寻他就来了。好，炎君、银河之光、创世神、哈迪斯啊，这样的话一打，两张图打完之后同车对吧？啊，这样就同车了。谪仙之前的新人，对。为啥狼队的比赛安排在公开赛时段？这是抽枪决定的，这个也不是我们决定，抽签啊，一切都是抽签。好，看一下这把的起步情况，还是由千寻。啊，驾驶炎君领先，后面创世神，哦呦，阿诚这个 ECU build 的歪的呀，直接撞墙上去了，速度损失很严重。转过来，这个暴力，这边一个炎君之后断弹，再重开弹器。那前面断空飘，看一下选手们的手速和路线，都还可以啊。那就是看延续了，我这里又是脱飘。哎，这个延续没延续上，这个延续 A 车的话，如果路线不好，真的很难延续的。没延续上会慢挺多的，因为要重开弹器。哎，这边弹射直接反超阿诺，哇，这个甩尾有点细呀，兄弟们。又是放 ECU 点，这边直接延续过来，接暴力，快速出弯再接暴力。这跑法还是很熟的，断弹之后。阿猫在后面跟得非常紧啊，阿生的话就离得很远了，这一把感觉是要被拉开一分的差距，一分到两分吧，两分了应该有了，我感觉不止两分，两分有了。
一到两分的差距吧。完了，倒霉蛋3.10，兄弟们老倒霉蛋了，3.10。这个是千寻啊，不是 RW 悟空，是千寻。温酒应该看一局进，看一局小橘子。我擦嘞，你的要求可真多呀！必须打满三局啊，兄弟们，必须打满三局。我们是积分制的，刚一 v 是阿毛和阿深。阿深这把失误太大了，一分只拿了7分，两把才拿16分，目前最低分。但刚刚他 solo 挺稳的 ，solo 7-2打赢阿毛的。啊，为啥是悟空转会了？是因为改名卡改名字，他们选手整活呢，啊，整活呢，没有转会啊。接下来是花熊跑的，不，实不相瞒，接下来是我跑的。念念仙羊和旧马头总共都跑不快。念念仙羊和旧马头这两张地图确实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就是这两张地图你弹射得快，断空飘得快，很多地方都得快才能快。就他这张图，尤其是旧马头这张图啊，那个弹射点，就你懂我意思吧？旧马头没五杯很正常，旧马头这张图五杯很难的。他的成绩，说真的，我有时候就失误一点点，失误多了就跑不到五杯。啊，用普通的 A 车，除非用专属那种 A 车，就专门用跑来练练现场的，像什么逐星者啊、天行者啊，稍微好一点。啊，我之前用黄牛，用晴天雷诺，啊，跑得累得要死。好，阿洛目前暂时落后。那这一把也是接下来的王图，快速出发，哇，这个快速好快，但是少喷了。点飘过来继续快出。今天怎么没有上哲仙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今天这边教练安排的上的是千寻啊。哎，这个延续也没有弹出来啊。哇，这个弹射感觉要超阿毛了，兄弟们，直接起开。阿洛的话也是平，哎呦，阿毛直接被挤复位了，裂开了呀，兄弟们，刚刚赢了2分，这一把全要得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不算，还得他妈还他们几分。跑了2个小时都跑不了，这边建议一张半卡主播帮你过，怎么样？阿毛击了这一把拉大分，他要是前面失误还有机会追，他后面失误的话这边，哦，这怼开了，还好还是进来的。阿深这里没有给机会啊，可惜了，1分42秒09，哇，落了一个3.50秒，这个差距很伤了。小橘子，千寻上场给啊！千寻本来就老将啊，他的对抗、混战都很强。我跟你说，千寻最强的就是混战，就他的个人 solo 其实都没有他的混战强。办在这个直播间吧，那你猜，办温酒直播间吧？悟空暖心的部落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都直接搜车神温酒就可以了。单纯的改名了啊，哇，17-21，不仅把刚刚2分追回来，还反超了2分。公然打广告是吧？都是斗鱼平台，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刷礼物是不是斗鱼也得拿钱，是不是？
啊，这怎么能打广告呢？这叫互相引流，对不对？这叫协作。啊，直播吗？啊，不是直播，不是直播，兄弟，不是直播，不是直播，啊，录播，录播，录播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后面会选择什么样的地图。这一把被追两分之后，而且其实而且 KZ 这边的王族其实都被办了的。好，看一下后续的选图吧。标题的，确实，我这两天还没时间打呢。第一场是赢的，第一场是 RW2-1 赢的 ，RW2-1 是的。温九哥，好久不见，终于找到我了。说录播一会儿人都走没了，这不是玩梗吗？你想想，都能回答弹幕了，还能是录播吗？是不是？那下回我还是做直播吧，我怕可能有些人不清楚啊。直播，直播，肯定是直播啊。咱们实话实说，现场直播啊，所有比赛全都是现场直播啊，没有录播啊。老粉丝，哦哟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太好了。万一是弹眼呢？弹幕群演，简称弹眼是吧？我就等着最后一场，准确说是等风仔和零七三挑。等这场比赛结束就是狼队打 ISG 了。啊，这场比赛结束，现在已经在打二 V 了。哇，这把二 V 怎么感觉？KZ 这边选图应该很纠结了啊、哦，这边选图选的时间还挺长的。对 ，RZ vs 狼队今天最后一场，好，选的人鱼脑探险、智慧女神、双海神、双智慧。哎，这边海神选择的是瑞泽祥林，而其他选手选择全都是无常小黑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林星没有睡好？今天温酒也没有睡好。起步的话没有任何意外啊，智慧女神双领跑，后面双海神双后追。RSG 和狼队，哇，悟空这里又被阿诺怼了，阿诺这边失误，保留小分直接暴力，阿猫想后追阿深，但这个距离很远，这里的快速出弯啊，这里明言遇上，完了又慢了，兄弟们，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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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看后面两位选手啊，阿洛和悟空会离多远的距离，也离得挺远的，悟空后面也有很多失误，还有最后半圈留给选手们后追的机会不多了。哇，悟空这里又是两连撞，难受呀，这是千寻啊，千寻五颗氮气。哎，这里是阿生飞歪了，小磕一下之后弹射甩尾能不能超车，哎呦还是有点可惜，0.08秒，哇好难受呀。最后两格大概需要电池，冰魄最后两格大概需要81个电池啊，今天刚刚有人才抽的81个，最后一个是电池啊。0.96，2.02，冤种，血亏。秋季就是狼队呀，啊，秋季就是狼队。那这把10+10，20分，11+9也是20分，这把同分。那我们比赛继续，啊，分差还是2分。无脑拿冰魄，冰魄还会返场吗？冰魄不知道还会不会返场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如果冰魄返场，你们没有抓住机会，下一次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啊。所以现在兄弟们还没有抽冰魄的话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啊，抓紧时间抽，不要再等下次返场了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大概181个星球给我死。
昨天温酒抽了三辆冰魄啊，有欧的有黑的，欧的500多块钱就出了，黑的800多块钱啊，哈哈。接下来悟空其实是千寻啊，包括现在孙悟空也上架，28号就下架了，还有最后两天啊，今天26号快过完了，27、28，28号凌晨估计就下架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如果想抽吃鸡甲的话啊，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啊。230个电池够吗？不够，360个左右。抽了个冰魄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适应冰魄。我最后5盒花了171个，很不错，能出就可以了，兄弟啊，能出就可以了。800多是正常水平，对。小黑现在也挺值得抽的，如果说你没有玉玺神虎的情况下。你是可以抽一个小黑的，365个出，兄弟，那你是接近保底的，360是接近保底的出来啊。而且你看选手们，其实用冰魄他跑很多图都会快，而且无脑点票 WCW 啊，速度非常快。时速都能拿最高，好多人返场不拿，下次然后现在喊了返场，那确实。最后两个怎么也得150吧？哦，对，他那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81，我说错了，最后两个得150差不多，两个得，最后一格十年得89抽，得90抽才能出最后一格，得90抽，9到10个十年，最后倒数第二个大概在8个十年左右。哦，啥形象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排位都是6个冰魄，那恰恰说明冰魄现在好啊，很划算呀，对不对？麒麟皮肤什么时候？对，后面还会出麒麟的皮肤，啊，到时候进阶皮肤 ，A 车进阶皮肤肯定也很帅。还真换了，真换水衣，真换水衣的。啊，大家想抽冰魄，也可以来温酒直播间啊，等比赛结束之后。181个没毛病啊，啊，没错，啊，我刚刚说错了。哎，这边 KZ 选图现在虽然只落后2分，但是没有达到这么难选图的地步吧，兄弟们？啊，看一下，元气杀手轮番。元气返场，我觉得够呛。迅捷流星配上天行者，双方都是一样。宠物的话用的也是几乎相同，啊，瑞德祥林和魔王天师。因为开的美颜啊，所以皮肤嫩肉的。其实我皮肤很差的，啊，其实做主播的，我说真的，没几个皮肤好的吧，我觉得，天天熬夜。除非是那种专门的颜值主播，我感觉都够呛。你皮肤再好，用的化妆品再贵，你也抵不住天天熬夜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了？好，我们看比赛，先不聊其他的。阿洛目前暂时领先，阿毛是落后，但是四个人的距离都不是很远。阿毛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跳秒的一个情况。好吧，啊，这里啊，2连掉完了呀，兄弟们，-2，完犊子，这把背锅了，兄弟们，开始埋挖坑了，挖坑了。通宵就不算熬夜，啊，对，我跟你说，那是你没有线下见过女主播，真的。我记得以前我参加线下比活动的时候，你懂吧？当然有那种确实很出色、条件很硬的那种，但是毕竟是少数，没有转会啊。他其实是千寻。好，最后阿诺也是一次又 build 过来，这一把 KD 将会是一个大比分啊！我觉得，短暂继续走，1分18秒10，跳了1.37秒，2.31，哇，有3.70，还能够接受吧？2连掉千寻在干嘛？那个地方掉一下之后，如果路线不好，速度太慢，掉第二下其实很正常的。但是确实对于职业选手来说，这个失误也不是很应该，啊，确实不应该哦。
还好吧，后面追得挺快的，三秒钟能够接受吧。啊，榜一大哥现在不熬夜了，他睡得挺早。哇，两次复联，这是千寻啊，接下来的悟空是千寻。好，那这一把11+8=19分，7+9=16分，是追回了3分。那目前比分是反超1分，啊，黑队这边95比上94，那个地方掉下去真的太可惜了，不然这一把的话还未知，好吧？啊，后面还是未知的，成绩还是未知的，几分加赛？我们这边只有同分才会加赛。啊，哪怕差1分都没有加赛，只有同分。目前的话也只有2次加赛 ，RW 打 SG， 还有一次是谁 ？RW 打谁来着 ？RW 打谁加赛啊？打伊斯纳还是打谁啊？英龙古堡，包括之前的哪张图也很猛，龙腾灯海也挺猛，对不对 ？This day 打 KZ 也加赛了，对，啊，目前2次加赛都是由 RW 啊在场的。RW 打狮子，那确实 RW 打狮子，你可真会说东西啊。 KZ 跟狮子， KZ 跟 RW 和 ISG 和 RW， 对对对，虽然两场加赛RW 都输了，但是也是让我们见识了加赛，也是目前唯一二的两场加赛，是不是两次都输了？对，都输了，没办法，被打赛车战术了，后面别人就是有车牛逼啊，元极之星跑雾山风影，然后序列未来跑那个黄河万里奔牛，你拿什么追嘛？你没有车追不上了啊。而且有一把，其实那个西湖最后那一把风仔是2.9990秒，差一点就没有加赛了，真的运气挺好的。ISG 那一把，我想问一下，就咱直播间的男生有没有用护肤品的？有用的，没用的扣个一，有用的扣个二，我看一下有没有男生用护肤品的。做一个精致的须须男孩。好，美洲大峡谷，鱼上冰破了，阿毛这边。好，有一个用的，两个用的，三个用的，四个，五个。护肤品是什么？就擦的大宝算吗？大宝不算吧，大宝也算吧，我大宝怎么擦？想起来就用，懒得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目前阿生暂时领先啊，利用天狼星的一个动力优势，率先杀出重围。阿龙在后面放了一艘，继续想追一波，而后面是千寻和阿毛。那看一下这一辆雷诺能不能够发挥出效果？哎，这里被卡了一下，只有 CW， 可能咱们延续一下。这里快出 CW， 哇，这一把看一下千寻的凯蒂雷诺能不能够发出它的作用啊，让这个冰魄出不去。如果说这一把冰魄没有打出效果的话，说真的那就用得很亏了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哇，撞后直接给这个阿诺卡了下去，哇去，后面我撞到车身上，没有办法动不了。这两位选手也是突破了 JCR 千寻的凯蒂的重围，但是阿森在凯蒂雷诺的掩护下已经跑得很远了，其他选手都没有后追的，而且这辆冰魄是没有拿到优势的。哎呦，这里一个失误，好伤啊！身体骨算吗？因为皮肤干也算吧。第六张图了，冰魄用了没大事啊。有一说一，我觉得冰魄没有打出效果啊。为什么悟空接赛啊？因为故意改的名字，整活。我觉得这个 ECU 应该是失误的，这不像故意撞，故意撞，啊，不过也有故意撞的成分在里面，啊，刚刚看那个回放视角也有故意撞的成分在里面，
111-112由 KZ 这边选，那还行 ，KZ 选图肯定不会选军破的图，对不对？哎呀！四机甲吧，看一下最后一张图吧。机甲大战，只会缺席，只会迟到，不会缺席。啊，全国公开卡其赛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一点。善博士的保温杯吗？这你都知道啊，兄弟，你好专业呀！你怎么这么专业？对，善魔师的保温杯啊，然后是哈利波特联名的，这他妈光正好照着的，看不清楚。啊，光正好照着的，看不清楚。啊，光正好照着的，善魔师的，然后是哈利波特联名的，小橘子看腻了，看未尽，小橘子，小橘子。有人说看腻了怎么办？麒麟皮肤不会冷了，下次返场吧。我感觉麒麟皮肤会单出，不应该会返场。啊，哈利波特联名的，对，哈利波特。这不上链接，咱们不是带货主播哈，不是带货主播。好，我们看看镜啊，看看镜。啊，这样做的感觉摄像头好奇怪呀、啊。这样吧，调整一下摄像头。有没有发现好像侧着看脸好像更大一点？东方直播的解说不是的。好，那现在可以了吧？明显性更好看，你直接说明显性穿得更凉快一点，好吧？哎，我这个榜一大哥送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建议熔炼车间，熔炼车间吗？熔炼车间，我觉得失误率太高了吧？熔炼车间失误率太高了吧？最后一分，哎，其实最后一分说真的不好选，擅长图也被办了。温酒是哪里的？温酒，对啊，熔炼是 ISG 的选手。我看一下啊，阿尔法总部被办了，花落下海也被办了，今天先要被选新天鹅堡，哎，新天鹅堡跑了没？新天鹅堡。俄霍比特都是原机之星，配上齐天大圣。主播是你的心理人，我都不好意思这么说，太油腻了，兄弟。啊，主播是哪里的人？主播是你的心理人。这也太油腻了吧！好，我们看一下比赛的起步情况，这边。四辆机甲，机甲大战，哦，阿毛率先杀出来，而且前面的原型起步是有优势的。哎，这里阿诗直播飘了 ，ECU build 一下，过来之后继续后追，阿洛在这里捡 ，KZ 是双领跑，有点爽呀，兄弟们。你手机想想话，我知道你是哪里的，那你能挺着，我是哪里的。好 ，KZ 阿诺。目前，哎，阿毛又是领跑，看这边这一波刹车，哎，阿毛失误了，前面蛇形弯道能不能够稳住？这边的甲弯千万不能失误，失误就是大失误。好，到达孙悟空的强势地点，这个地方直接选择重开战系。这边是延续过来 ，ECU build 一下，孙悟空这张图还是王图啊，兄弟们。但是阿诺这个地方是可以撞的，哎，谁是失误了？阿诺也失误了。后面的悟空，也就是千寻也失误了，哇，这里发生了车祸了呀！杰斯啊，现在是双落后，而且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，这一把感觉不止一分啊，要被打两分了，兄弟们。这个悟空就是千寻，兄弟们。哇，可惜了，这一波在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失误了，挤在一起，名次发生了互换。
在那一时刻，我的 CPU 都已经烧了，该怎么去说？谢勋54分，阿生58分，阿毛55分，阿诺是56分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所有选手们的得分情况。差这么多？没有啊，我前几天穿的都是比较单薄的，那个时候又开空调又开暖气，那个暖风机，那就屋里面又太干燥了，就经常嘴皮子都说破。那最后比分是132-131，我反超了，兄弟们，起码追了2分。那恭喜 KZ 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，为自己的战队拿下1分。哇塞 ，KZ 强呀！啊，你有没有发现阿诗 solo 7-2赢的，但是他并不能够带领队伍拿下阿维的胜利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啥？